欢迎大家关注2022年北京作家日。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活动很宝贵，有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会助力通过文学作品走向到海外世界；另一方面，给海外读者们、文学家提供了个了解北京的好机会。我上大家推荐两小时的作品我和我的命，我希望也有欧洲人机会看这本书。我和我的命这本书是一个对年轻人的指南。我向大家推荐张之路的作品吉祥时光，你可以从这个书里面了解中国那段时间的历史，普通人讲的历史。吉祥时光是一部非常能够打动你心灵的作品，写到了你的心灵深处。我向大家推荐张悦然我循着光而来的作品，通过这个作品能够更好去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向大家推荐沙福信老师的《蓝调城南》这幅作品，读完这篇作品能感受到作家小时候的纯真。《蓝调城南》是一个老北京人自己的回忆，这种回忆当中有深深的乡愁。我向大家推荐毕淑敏老师的作品《预约死亡》，它会让读者不断地去思索很多关于生命的各种基本的问题。阅读预约死亡有助于反观数字后面隐藏着的生命和其意义。我向大家推荐葛飞的月落荒寺，葛飞老师用一种优美的语言给我们展示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各方各面。欢迎大家关注2022北京作家日，北京作家日，让世界爱上北京文学，用文字连接世界，用故事沟通心灵，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欢迎大家关注2022北京作家日，北京作家日，让世界爱上北京文学，用文字连接世界，用故事沟通心灵，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